跟大家自我介绍吧。嗨，我是悠悠。你今天要介绍什么？这个是医护箱，是不是？打开，打得开吗？好了，用开了。用开了。打开看有什么东西，小了一点哦。哇，这是什么？所以你今天是要当牙医哦？妈妈看一下，牙医，牙齿。那这是什么？看牙齿的。这是检查的吗？我来看，我来看，我看有没有点点的。这个没有，这个哦，又有点点哦。有耶。哎，然后这个是。量体温的，对不对？我看看，我看看有没有垫垫啊？垫垫，它有啊，它这有一个啊。有垫垫啊？有啊。那还有什么？还有里面还有什么东西？哇，好多哦！你看这是药膏，药膏，帮病人擦药的，对不对？还有什么？牙刷哎。有牙刷，你等一下帮着牙齿刷牙。你说说看。还有呢？还有什么？这个是要做什么的？又哪个？你现在拿的是做什么的？是量体温的。量体温，你自己量量看。我量鸟了。那等一下吧。啊，还有什么东西啊？有那个医生眼镜哎，哟，你戴上看看。你会戴吗？你会自己戴吗？好帅哦，医生！哇，你这样更像医生。那有那个听诊器吗？妈妈看一下。哇，医生，你看，还有漱口的。药。哦，那个是胶囊，对不对？好多药哦。很多药就是要来呀。这个。这是打针的。哼，又一个。这个吗？对啊。不知道它会发亮。他们都会发亮啊！这是看牙齿的，这是看牙齿的。我帮你找你的听诊器。又有你的听诊器耶！啊，你把它装上吧。你会自己装吗？要瞧我。好，我用力。好了吗？戴上去。啊，这个是会有声音的吗？这听诊器有没有声音？有。我看一下，我用看，你用看，这是不是有？你要把这个拔掉。哦，对。哦，这是有声音的哎，还不错哦。那这是什么？是夹子。这是夹子，钳子。钳子。嗯，夹东西的。哇，还有好多、哦。这是什么？这都是在用牙齿的。那个电灯，这手电筒吗？你看看看有没有电电。好，这是都，嗯，还有刀，这个是牙线吧？对啊，哎，是牙线吗？还有你的证件，医生的证件，你要带好，你才是医生。然后这是哇，你看好专业哦，还有给病人的那个手环哦，还有他们的那个诊疗的，哇，这组东西很多，对不对，悠悠？对，喜欢吗？喜欢。那等一下我们再来玩扮演医生的游戏哦，好，好不好？好的。啊，比个爱心吧，医生爱心。不要医生啊！为什么？医生妹妹，医生妹妹，我的牙齿好痛啊！牙齿哦。对啊，我吃太多蛋糕，牙齿好痛哦！可以帮我治疗一下吗？啊，这个也是啊。对啊，啊！救命啊！赶快帮助我吧！医生伯伯，我还好吗？我的牙齿好痛啊！医生伯伯，你在做什么？
了。好了。没事了。没事了，可是我牙齿还是很痛哎，怎么办？我好痛啊！这样漱口好了。你有没有先帮他刷牙？漱口啦。哎，漱。哦。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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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呸！好了吗？这样就好了。你已经要写诊断书了。要乖乖吃药。要乖乖吃药。那你有开药跟打针给他吗？医生伯伯，我真的好了吗？我还是有点痛耶。我还是有点痛耶。医生伯伯。医生伯伯，救命啊。搞笑哦！我是真的痛，没有在搞笑耶。你要帮我擦药了吗？吃一下就好了。吃一下就好了。好，那要不要打针啊？不用吧。不用哦，这么好。那他这样好了吗，医生伯伯？他已经好了。谢谢你啊。那我要付你Coco吗？不用的。好，医生伯伯，拜拜。拜拜。我下次还会再来的哦。好。